you do?快到站喽，女神。单程才一个小时，来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呢。偶尔回家看看，你家里人也会很开心的吧。对不起，不该说那些事的。你真是。空气真的好清新啊。玉山，你在出发前就说了无数遍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
扇，那位阿姨果然呢。女伯母的笑容跟雨扇的一模一样啊。没错，我是允善的女朋友了。当然了，你对吧，允善？这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很温馨呢。大都市有的也不都是好东西嘛，比如说生活压力啦，环境问题啦。
担心了，还有我陪在云山的身边呢。云山，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娶我吗？你跟我之间原来就只是玩玩而已嘛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开玩笑的啦，就算是允善要是不像样的来求婚的话，我也是不会嫁给你的。允善你笑了，不管，反正是笑了。叔叔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次见面却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跟你打招呼。雨山，雨山，别这。阿姨，阿姨。
云山，起来了。阿姨，我来帮你吧。哪有这么夸张了？还没有在城里搭公交车久呢，让我来帮忙吧。阿姨，你真是的，别这样说了，我会害羞的。烧的饭菜真是好吃啊，你都可以自己开一家餐馆了吧，肯定会很有人气的。阿姨果然是一个好母亲呢。说起来啊，云山，今晚做饭的时候，我听伯母说，你跟爸爸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呢。怎么会呢？后来他还说了，你们是天底下最关心彼此的父子。原来如此。
云山。一直纠结于过去也是无补于事的，而且你跟你爸爸感情这么好，他也一定能体谅你的。这的确是你的不对呢，所以从今往后你应该多回家照顾一下妈妈，就算为那件事做了补偿吧。你说呢？我是希望这变成义务啦。乐意之极。我原本还以为叔叔的骨灰会躺在深山里呢。起来，好像也是这样子的。这里原本应该是有很多森林的吧？没有必要说出来的，云山。
最爱的人离开了，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，没有谁会不觉得寂寞的。有空就多回来陪陪阿姨吧。好了，我们过去帮忙吧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，云山？我才过了这么一会儿，居然有这么多人下田了。不会吧？照这么说，他们一个人每天要看多少天呀？这样啊。是啊，阿姨，身体不行的话，就别下田了。
轩。云山，我好想你，云山。好久不见了呢，云山。你在说什么呢，云山？我是。是谁呀？我究竟是谁呀？云深，我到底是谁呀？对不起，云深。哇哦，你这就是允善你从小学读到高中的学校吗？比我想象中的要漂亮不少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么少的话，为什么还要花钱建火车站呢？啊，是要把唐英镇建设成旅游村吗？为什么上面不继续招标，或者亲自领头把唐英镇的建设工程做完呢？恶作剧。
相当的让人感到安心啊。可以吗？听起来很不安全。那当然是七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是现在的允善，肯定会有不少女生跟你告白了。对呢，不过现在的允善已经被我一个人独占了。是曾经的自大狂吧。我才知晓允善你所有的优点和缺点。也因为这样，我才想要跟你在一起。当然，我想要拯救我的幸福。
啦。与其一直思考你能不能给予我幸福，不如努力一点，尽可能的给予我想要的幸福吧。因为这辈子我已经认定你了，云山。那个，这里的洗手间能用吧？可是我好急，没办法了，云山，你先去学校门口等我吧，我待会儿就过去。哇！抱歉，我真的忘记我是谁了。云山，你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。难道云山你忘记我是谁了吗？啊，真巧呢。我忘了自己是谁，云山，你也忘了我是谁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云山，你是不是中暑了？真是，早点回去休息好了。阿姨应该也在家里等我们回去跟她聊天呢。
西瓜真甜。我感觉这个会吃上瘾啊。哪里哪里，怎么了？又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哇，你好过分，我不就是打了几只蚊子而已吗？所以说男人就是心胸狭窄，见识小。我总不能说你胸大无脑吧。对吧。阿姨别这么夸我啦，我会害羞的。你这意思是不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喜欢的人？对啊，你在外面不会还藏着其他女孩子吧，云山？好的，阿姨。
什么用那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？但是云山，你却看不见我了。无论我对你做什么动作，对你说什么话，你都没能察觉到我。不用这么说的，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，我才能被你看见吧。只说是没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云山才能听见我的声音。时隔六年吃到了故乡的西瓜，味道怎么样？是吗？嗯，云山的事情我全部知道。我是谁？我不知道记忆中那些有着云山的画面，哪一个人才是我？镜子里浮现不出我的样子，明明能碰到物体，能握住鲜花，却不能在镜子、玻璃之类的东西上看到自己的样子。简直就像是谁的恶作剧呢？女生，在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不是女生你幻想的，或者刻意美化的吧？山说的话我全都相信。大概是云山你回到这小镇的时候吧。也就是昨天了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云山你回来了，我才能够以幽灵的形式来见你一次。是。
什么时候会消失，甚至会不会消失都不知道。但是想起我必定是件好事。人会下意识去忘掉的，一定都是些不好的事情吧。云山，新鲜的橙汁来了。怎么了？来喝橙汁吧。云山，阿姨说你们已经把大部分的田都转让给人家了，是这样吗？我是看不出来了。那倒说不上，只是想知道云山你们家原来还有多少田地而已。多少平方来着？就是说，至少有2400平方米。你们家原来也是有钱人啊，雨山。雨山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政府用地，只不过是租给你们家用来种菜？既然是这样，阿姨为什么还要留着四亩地呢？利润不高，打理起来又累。是因为这里有阿姨跟叔叔的回忆。真的是让人敬佩的女人呢。
成为阿姨那样子的好妻子好母亲吗？我揍你咯，云山。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建设工程被搁置，上级也没有继续做下去了。现在各地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，他们说不定是想让唐英镇保留着农村的风格，借此发展旅游业吧。说回来，云山，大学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有问过你为什么会选金融专业吧？那时候你说以后会告诉我，结果直到六年后的今天，你还没有给我回答呢。我说过了吧，女孩子可是……莫非你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来接手唐英镇的建设工程吗？云山，云山，你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理由吗？想了这么久。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啦？是没办法，看来我也只能忘记这件事了。无缘无故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这是真的在外面有小三吧？也是，以云山之前的那种性格，会喜欢上你的估计都是怪人吧。
我就是怪人呀，我可是喜欢在夜晚偷偷摸摸的刮腿毛的人哦。哇哈哈哈！你敢？信不信今天晚上我就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的腿毛给刮了？是阿姨。阿姨，我们这边忙完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走吧，云善，回家了。今天中午想吃什么？跟阿姨说了，今天中午的饭菜全部由我来做，让你们试一下我的手艺。喂，不要若无其事的瞧不起我啊，云山。谢谢夸奖。云山，阿姨说今天买到很好的鸡肉，我决定做炸鸡排了。想起来什么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
云山，都下课了，为什么还在念书呢？稍微放松一下吧。无聊啊。但是，无聊的娱乐跟对话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啊，云山。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全年级第一，全市第十，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吧。不过啊，偶尔放松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这么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也愿意跟我聊天了？云山，你在做的不是老师布置的题吧？那个云山，我们才高二啊，现在就要这么紧张的学了吗？山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呢。山，你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什么兴趣吗？你们家的院子一定很大吧？我不是唐英镇的人吗？有机会的话，我能到云山你的家里去玩吗？太好了。云山，你居然会主动问我事情呢。
怎么了？当然是因为喜欢云山你啦。想要跟喜欢的人聊天，很奇怪吗？说的话总是喜欢上了云山你学习时认真的表情吧。也许是吧。如果不否认这一点，云山你就能接受我的心意的话，那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事实。云山，喂，
救命啊，云山龙了。那为什么不理我？快速上课了。我跟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，话可是说不完的。那么下一节课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再聊吧，云山。Thank you.
为什么这么说？真的假的？救救我，唯独只有这个问题不能做。谢谢您。老师完全不懂，麻烦再教我一遍。不愧是云山，最喜欢你了。没什么，你赶紧叫林立吧。
云山，你如果愿意改改你的性格的话，应该会有不少人喜欢你吧。你一定什么都不懂吧。没什么，听不懂就算了。好了，继续吧，云山老师。之前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70分，这还是我进入高中以来第一次考到这么高分啊！谢谢你，云山大老师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一定跟以前一样是不及格吧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数学，70分已经很高分了吧。有时候就应该把满分想象成100分。不对，非要说的话是自欺欺人。对了，云山你考了几分来着？我太过在意自己的成绩了，没有听到老师念你的成绩。120分，你居然考了114分，去死吧！住口！有什么不好吗？无所事事可是学生在暑假里的特权。我听不见。这样子说的话，云山你是不会轻易答应出来的吧？对吧？
真的吗？云山，你愿意跟我去看电影？居然能从云山口中听到这么让人害羞的话。云山，你现在就这么喜欢我吗？来，告诉一下大姐姐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云山，你说笑话的时候表情太认真了，根本看不出来你是在开玩笑。你没有讲笑话的才能呢，云山。对呢，但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喜欢上了这个不会讲笑话的冰山男呢。是想跟我走到人生的终点吗？只要云山你希望的话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不管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，不管周围的人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，即使我变成没有牙齿的老奶奶，我也会陪在你的身边的，老爷爷。我觉得人一辈子最美的承诺，就是愿意跟对方一起变老。接受对方的优点跟缺点，跟对方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进。当老的需要用拐杖来走路的时候，两人相依在一起，回忆着年轻时候的美好时光，这不是很浪漫的事情吗？我喜欢你哦，隐善。不是因为可怜你之前被人孤立的状态才注意到你，然后喜欢上你的，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。我喜欢你哦，云山。最近上映的电影挺多的呢，云山，你想看什么电影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说无所谓这三个字的人了。好嘞，对电影不感兴趣，为什么要提出来去看电影啊，笨蛋。算是那样子，你不感兴趣的话，你也高兴不起来吧。最喜欢你了，云山。Thank you.
善，你打我。说这么多，你还不是因为害羞而已。看来我猜中了呢。算了，反正知道了允山原来这么喜欢我，被打一下就当作是代价吧。那我们去看恐怖电影吧。最近有部叫《灵系列》的电影出了新作呢，女主角可漂亮，画面可恐怖了。云山，你的脸色忽然变得好白啊。哎呀，难道云山你害怕看恐怖电影？可是完全相信云山妮不怕看恐怖电影的。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，第一次有了可以一起去看恐怖电影的对象，双重的喜悦应该会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才是。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啊，大姐姐，我喜欢诚实的孩子。嗯，到时候如果害怕的话，我借个肩膀给你吧。有什么关系嘛？谁说女孩子一定要依靠男孩子了？而且谁说男孩子一定不能依靠女孩子
云善，你在看什么？哎，我也要看。像你现在比起高中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呢，好没意思。嗯，那倒不是。你在房间里已经待了快十分钟了吧，就一直在看这张毕业照吗？这张照片这么让你怀念啊。是这样啊，那天我问云善你为什么选择金融专业的时候，就发觉不对劲了。所以才想在毕业照里找线索是吗？可是云善，如果说你是一度忘记了那个女孩子的全部，那事情可就不仅仅是忘掉这么简单了。喜欢这个女孩子吧？云山。所以说，你现在最喜欢的人还是我咯？哦，最喜欢你了，云善。
毕竟在这里吃得太好了嘛。云山，是那么受欢迎的女孩子，就算高中毕业了这么久，应该还有人会记得的吧。你怎么了，云山？说起来，去了大都市的，姑且不说。同一届或者同一个学校的，现在总还有些人留在这里吧。万一问不到的话，再去找当时的校长要一份毕业学生的资料吧。大学时的你也好，在公司的你也好，一直都很讨厌这种没有效率的办法吧？哪怕像现在这样，那是唯一的办法。所以云上，你还是变了吧，不再是那个出了城就以为目空一切的呆头愣云善了。我为什么要损我的男朋友，或者说是想要他陪我走到最后的这个男孩子呢？普通也没什么不好呢。约定好了，来拉钩吧。
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找到呢。你说，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家里很有钱，用什么手段隐瞒了？可是这样也说不通啊。云山，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，你听了别生气，可以吗？我觉得，就算去大都市找到你曾经的同学，可能得到的答案也是那样。而且时间还多的是，一个月找不到就找两个月，两个月找不到就找半年，半年还不够那就一年，直到找出他是谁为止。玉雨善，你都说了最喜欢的人是我，我为什么还要吃醋呢？阿姨，对啊，阿姨。看来只能接受阿姨的好意了呢。云善，难道是？阿姨，下次回来看望你。
白纸。你怎么了，云善？为什么看一张白纸看得哭出来了？对啊，你没发现吗？
你现在已经哭得哗啦哗啦的了。等等，我给你纸巾。啊，找到了。嗯，云善，你怎么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啊？我们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赶上什么呀？周围的世界比你所想象的要温柔一点点。